两年的辛苦过后，我还在中小东路，看见个风流裤子拉高还敢装拉露小腹，我除了想吐内心的感触，可恶，大白天的到底要把多少人给吓哭。换个角度，这个胖妞不能说她不正，她好歹也是台湾model界的一位神圣，态度骄傲的让我很想拔腿就跑，跑回家里拿个榔头再来主持啪啪炸。各位全球华人地区朋友，你们现在快点注意啦，你们即将看到的可是电子高冷 A 货全新主题兼 MV 的啪啪炸。在1998年，美国流行 MTV， 在西元2000年，转换跑道都去艺人界，成绩斐然耶。我们有着10年的交情，无坚不摧的友谊，肯定能够做出无时无刻上班上课吃饭睡觉，甚至连做梦都在想的 Only Channel B J M V 的啪啪炸，啪啪炸，啪啪炸，啪啪炸。That's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J M V lifestyle. 首先，我们要讲我们的醋饭。醋饭用我们的手，手要带一点水才不会饭粘粘的，是把它弄松一点，等一下握的时候才好取呢。哦，要注意看哦。嗯哼，怎么样抓呢？右手、左手，所以是要沾水一样，沾水，怕饭粘在手上。另外手拿着饭，同时动作，另外手拿着你的生鱼片，一定要同时吗？同时，因为我们手有37度嘛，如果你放在鱼放在我们手掌上太久的话，就会失掉那个新鲜的感觉。新鲜感觉是，所以最多只能放1到2秒，就要做好这个 nikiri。哇，这个很讲究了。那我来帮你倒数一下，拿起来我就读秒了。哦，所以我可以从这边看出来一个师傅专不专业，就是对对对，有些拿的鱼电话刚好，他可以在鱼，对啊，摸了36帮我签2只啊哈，来来来，然后再拿着，哎，好哥，你再修一点，鱼都熟了，这是生鱼片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算专业的一个基本范例，大概小小的嘛。嗯，我喜欢吃小小的，你喜欢小小小小的才吃到鱼本，对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么小。还不到乒乓球大，也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，松了等一下客人知道会散掉，太紧了会很硬啊。然后抹好芥末放里面，然后我们将我们醋饭放在里面，用这样稍微捏一下，压一下，再捏，我就是慢动作再弄一下，变魔术这样。哦，我的手法很细腻。好了，刚刚呢大家看到的是慢动作，现在呢要请王老板做连续动作。做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几个人呢也要来一个小小的比赛，看谁最有天分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没计时开始要开始哦，1、2、4，哎，四，又快一点，屡试不爽，屡试不爽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始，好，来来，真的开始，1、2、3，开始。这个饭还要捏紧。我真的不会做那个动作。啊，好，哇，厉害。4秒半，对，是，哎呦，这样的时间，哇，差不多，但是在捏的时候，大概2秒就要离你的手了，可能我今天很紧张嘛，哦，紧张的原因是看到你们三位了，来来，先来唱一首歌，爱拼才呀，哦，放松一下心情，那这就是刚寿的寿司，对，通常客人都在前面这样直接，等让客人的直接这样做，就是放进去，已经给他吃。我拉近客人和这个老板距离，真的真的，哎，这样很棒哎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好了，那刚看到连续动作4秒半时间左右，那接下来接应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，预备，准备好了哈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哇哇哇，6、7。艺术品，拿起来给大家看看，这什么玩意？还不错嘛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大小刚好，不错，9秒对，正确时间是9秒，掌声鼓励，不错，应该看不出来吧？厉害了啦，他这个型，等一下我们再还不错，对不对？慢慢研究看这个型到底什么型，看你的吧，看你的，嗯，哎哇。预备，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开始，哇，太大坨了。他会打篮球。那个是饭团。5、6，哇，你要辣死人了。7、8，很久了，哇，你好粗。5秒，不行。7秒，5秒钟啊。OK OK， 5秒，来换你，换你，该我了。这也不错啊，也不错，造型很漂亮了，不错哦，不错。哎，你看哦，面向镜头的感觉，很好。体恤观众怕看不到，脏到了就脏到了，来吧。
carry a pain the past it sweats. But there's mornings and storms on the station paper. But a trail passenger sees whirling in the wake the observation. 你睡着的时候，用雪花轻轻地飘在屋顶上。我悄悄地靠在你身上，听着你的心跳。他们看不到雪结成冰之前是什么模样、啊、Nobody knows Nobody knows Nobody knows 你的沉默我懂得你的心事我晓得你我之间距离是你的耳朵是冷的，你的肩膀是暖的，我们要的快乐是简单的。Papa Zao, Papa Zao, Papa Zao, Papa Zao.